所得未超过21.6万，该如何报税？112年所得总额未超过21.6万元，免缴税免申报，还是免缴税要申报？免缴税要申报。一年下来没有超过21万，等于一个月不到2万，他还要申报？报应该都要报吧。总不能不报吧？因为我记得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晚间6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